郑主委。官员好，主委好。今天主委的口头报告或者是询答，其实是比你们的书面报告还有更多的包容跟智慧了，哈，这一点要给主委肯定。那听起来主委认为说现阶段是不适合制定文化基本法，是不是？时机上面是主要是考虑到时机嘛，是不是？是。那您认为说是应该是文化部成立一段时间以后，是不是？是。那如果说这么说起来，你预计是什么时候要比较是好的时机？其实我觉得要运作多久以后？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觉得很感谢委员的善意，说这么提出这个这样的一个草案，让我们重视文化发展嘛，哈。那我们现在我觉得一个可以的做法是，我们也同步来研议一个草案，哈。可是，在时机上面，等到文化部上路了以后，哈，我自己心里想，我觉得六个月左右，哈，我们可以来针对它实际已经运作一段时间，对，就半年以后吗？差不多半年以后，那就是您认为是下个会期比较是好的时机吗？就是文化不是。上路半年以后，明年才上路呢，是啊，对 啊，所以是还要一年半哦。那刚好，告知你们，如果就民进党执政以后，就再来推哈，也哦，你要把它推给民进党，你看，不是，我是回答主席讲的话，不是，不是，刚刚不知道委员会是主席讲的，不是我讲的，是主席讲的，主席说的没有录音呢，所以你将来我们这一段的录音会变成你突然冒出一句，你们以后。对吧？我录音还好，我有讲到这是主席讲的，主席讲的，主席讲的。主委，本席非常担心，就是说今天文化基本法的修法会因为党派之争遇到挫折啊。那目前看起来，本来我要质询之前很忧虑哦，就是说目前看起来真的是沿着党派不同的政党，民进党全部支持，国民党全部反对。好在刚刚廖国栋委员结束的时候，我们听他说他支持，所以目前国民党唯一支持就是廖国栋委员，好，在今天所有的发言里面支持。其实我是感觉到蛮伤感的，为什么啊？我们刚刚知道就是说其实国家已经有六个基本法，基本法不高于宪法，但是它在实质上是有高于法律的精神，它的象征意义是高于一切，对不对？它是指导整个国家在该领域里面的全民共识，换句话说，它其实是指导组织法跟指导作用法，也就是指导政策跟指导人事组织方向。因为组织其实就涉及我的一级机关要怎么立，涉及的就是该业务的国家愿景在哪里。因此有基本法指导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有好的组织法，所以基本法是组织法的上位法。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基本法，可是文化部要成立了，可是主委，你认为文建会有没有能力，或者是我们立法院有没有能力同时审议组织法，并且同时审议基本法？这是不是能力的问题？能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对，我想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不是，我们有能力嘛？对。那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理由说谁要先谁要后。你要知道，过去很多很多都是这个部会已经成立或部会没有成立，其实是跟基本法有没有是无关的，谁先谁后是无关的。教育部现在也是整并啦，难道教育部整并以后这个教育基本法就必须修吗？不会的。所以文建会提升为文化部以后，如果我们过去就有基本法，那现在你们在设计文化部的时候刚好有一个非常好的指导原则，可惜没有。但是我们还来得及亡羊补牢，是什么？在通过文化部的组织法的时候，我们同时通过文化基本法。通过文化基本法，它将成为文化部成立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也就是宣示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的方向既定了，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了，将来文化部成立就朝向文化基本法所设定的这个共同目标去迈进。这没有什么不好啊，这没有什么不好啊。不，这样子做是欠缺了实际运作的一些回馈的这个经验了。我们回馈已经很久了，对不对？文建会已经成立多久了？文化业务发展，我们的国家愿景在哪里？为什么要等到文化部成立以后运作一阵，国家的愿景才会产生？不会的，我们国家的愿景早就在那里了，但是没有一部基本法来保障有一些我们的核心价值
变得很没有力量，所以文化业务一直在政府业务里面非常的边缘。本席细读翁委员主要草拟我们共同提案的这一个文化基本法草案，其实它有几条，它虽然高度的象征性，但是它有它的进步性。它的第二条接住了文化权的概念，因为文化权的概念，第四条保障文化权，所以呢，我们接住了文化表现形式的概念，去保障各种文化表现的形式跟文化表现的内容。文化表现的形式跟文化表现的内容，现今还有很多文化表现是遭受歧视的，甚至于在核心价值上面认为是旁门左道的、标新立异的、无法接受的。但是文化基本法接住了各种文化表现形式跟文化表现内容的传达，都应该基于文化权的体认被保障。但是同时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你任何文化表现的形式跟内涵，必须在不损害他人权利跟公共利益跟生态环境的状况之下，要得到非常完整的保障。这个是你们目前在任何法治体系里面比较没有的核心价值，而这一部文化基本法的草案接住了这个价值，落实了文化权的保障，所以这个是非常具有进步性的象征性的条款。除了这两条象征性的进步条款，其实它也有在未来替文化工作去整合跨部会资源的权威基础。你知道吗？我们在修文创法的时候，为了要让文化消费可以在所得扣抵跟抵免的时候，财政部主计处全部给你反对啊，对不对？你很弱势啊。你要去做跨部会的整合的时候，你的预算只不过占全国预算里面的 1.6%， 你是小老弟啊。你面对经济部门、面对财政部门的时候，你要的立法人家就是不给你啊。可是文化基本法刚好是整合跨部会的业务跟权威，跨部会的业务跟权威只要涉及文化发展的业务，我们全部被设定在文化基本法的保障范围之内的时候，是给你未来的文化部很大的权力哦。这放在哪里呢？你看我们的第五条嘛，我们的第七条，好，对不起哈，这个是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整合了财政部主计处它相关的职权，我们把文化产业、文化展演跟文化消费应该要制定的租税政策的优惠，把它纳进来了。这个部分是实体上面可以提领未来的立法方向，而且这个是什么？是整合跨部会职权，这就是基本法跟一般你们的文化法令不一样的。你的文化法令就是文创法嘛，结果文创法呢，你整合不了财政部的职权嘛，所以你就需要文化基本法来作为你大的武器跟关刀嘛，然后给你这样的一个武器去整合来发展文化业务，你有什么不要的理由？好，这个是第二十一条。那么第十四条，尤其是解决目前文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政府的文化行政机构要超越既有跨部会的法令。这个是要超越什么法令？这个是要超越人事行政局跟考试院的职权的一个立法。这个立法绝对不可能透过你们文建会去推动文化政策立法所可以做得到的。这一条一定需要文化基本法才做得到。这一条是什么？就是第十四条，有关于文化行政人员或文化人员的禁用，可以突破现有国家公务体系公务人员或教师禁用的这个所有的限制之外，提示你们可以另外立法去处理政府相关文化人员、文化工作人员、文化行政人员。这个是基本法位阶才做得到的东西，没有基本法你就无法突破的。所以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都是协助你们去整合跨部会的职权，全面推动文化发展工作，非常重要的条文。好，那至于说第五条跟第七条，第七条当然是非常重要，去补你们现在所做的不足，而且这个也是跨部会的。你要知道经济部有没有文化工作？有啊。每年商圈的预算哦，每年商圈的预算一下去，现在又在发展什么夜市观光，我多年前就跟副座说了，夜市观光很重要，
在发展夜市观光，可是呢完全没有文化导入，都把它当作是经济部门的工作，把它当作是商业。可是当你用文化导入的时候，你让所有人在夜市，所有人在我们的特色街，在我们的商圈往那里一站的时候，都感觉到文化跟美学的愉悦，那个就是文化工作。这种经费呢是编在经济部嘛，编在商业司嘛，是编在别的部会的，但是未来的业务就要以文化导入为方向的时候，它的业务的计划就会改变，不是像现在这样都在办活动，都在发什么抵用券。你现在商圈的预算下去就是办活动啊，发抵用券啊，发折价券啊。可是你将来有文化基本法，我们规定的这一条，将来所有我把文化普查的项目，文化普查的项目，我把这个商圈夜市好，这个文化指标我全部放下去的时候，你把它文化导入的时候，诶不一样，诶不一样，这也是跨部会的条文诶。所以再回归到第五条，当你要做这些事，当你其实是要用文化导入去导正目前所有经济、农业跟工业部门现有的所有的职能，全部做文化植入，全部做文化跟美学的导入，全国要这样来发展。所以预算呢的计算方式呢，是会在其他部会产生内在的质变。所以不是说我变成3%所有的预算全部要给未来的文化部，不是，而是我要在国家全面整合现有的所有的业务里面，要发展台湾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的现有所有业务里与预算里面，寻找必须导入文化的业务预算，它实质下去发展文化导入的政策跟业务工作以后，那些预算全部可以变成是文化预算的时候，整个加总起来文化预算占3%，绝对做得到，我还嫌太少，保证没有执行不了的问题。所以这个根本就是观念的问题嘛，整个观念错误的情况之下来看文化基本法，整个文化想象不是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面向。如果不是，今天我去买一个水杯，这个水杯是属于谁的业务？台湾的水杯全部要变得很漂亮，是谁的业务？工业局的业务嘛，商业式的业务嘛，对不对？那整个水杯如果纳入生活科技设计，导入文化，那我要不要他们去发展相关的政策，来让全国拥有这样的能力跟这样的蜕变？啊，如果要，它就是文化预算啊。现在就是都没有，现在都是商业归商业。所以台湾有多大的消费力，我们的文化的饥渴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非常庞大的消费力。可是我们都在消费什么呢？我们都消费声色犬马，特种营业这么多，可是在里面唱歌，在里面跳舞，去解放我们自己。我们在消费那些是那么大，声色犬马，进口名牌，还有什么？还有国际文化。我们这方面哦，进口的名牌充斥在我们所有的各领域的用品上面，我们大量的消费。可是如果整个台湾你的生活科技的设计都已经全部导入文化以后，我连一个家具，西班牙的家具，任何一张椅子都让你觉得非常漂亮，只要是西班牙的家具怎么都那么漂亮，人家整个国家已经文化导入在这个领域了嘛。所以要做的是那个工作，所以是迫不及待的啦。好，即使是回归到3%的预算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来反对它。好，所以本席是希望说我们等一下会宣读，那当然我们为了要整合更多数的意见，也让文建会可以有时间提出你们的修正案。好，那我们会择期另外来审议，这个会期是一定要审议的。我最后一句话哈，就是说刚刚郑委员一上来就稍微有一点点攻击性哦，就说翁委员当初为什么不是在文建会主委的时候来推动，怎么现在才来推动哈？本席要告诉大家了，翁委员那时候第一个他在职的时间其实是很短，
好，所以用这样子来打击，其实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第二，如果翁委员他有这样的职制，他现在来推，那你就支持咯。为什么不支持？为什么说他那时候不支持，没有推，现在来推就不支持？更何况翁委员现在是我们民进党党团的三长，民进党的党团三长加国民党的党团加王金平院长，三个人成为什么？成为立法院领导国家立法的铁三角。这个三角刚好当翁委员今天过去他当文建会主委，现在他在领导，他现在跻身在我们立法院的权力三角里面的时候，他来推，那刚好就是水到渠成，所以那根本不是什么理由，用那个理由来攻击就更不恰当了。好，谢谢。